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吃的是非常低脂的健康餐，那我就开吃了。这是我点的外卖。哇，这个酱还挺好吃的。这是南瓜。蘸多了，这个酱给它雨露均沾。这是西葫芦，蘸着这个酱吃，其实还挺香的。杏鲍菇，牛肉，好好吃啊，好嫩啊。这一顿是有一个小粉丝，他说每次看我视频他都要点外卖会长胖，让我吃一顿健康的，就是低脂的呗。这一餐应该是诱惑不到你们，但我觉得挺好吃的。这个牛肉就像牛排，黑胡椒牛排。好绿色，这个也是他们家的。哇，这香蕉好好吃，然后里面就是那种无糖的麦片，还有那个椰子片。整体的口感就是黏黏糯糯的，最重要的是香。好吃。牛肉和杏鲍菇，
今天没有煎蛋，把煎蛋改成了水煮蛋。有没有人喜欢吃水煮蛋？想起来了，我点了一碗汤呢，他没给我汤。我说我今天怎么没准备水呢？老板估计忙昏了。这一顿呢，对我来说不难吃，也能吃饱，但是呢，还是没有。